歌手周汤豪出道12年，首度攻进了小巨蛋。20号跟21号连续两天开场，首场就有超大咖的嘉宾。第一天先是由好朋友831一起劲歌力挺，压轴还有妈妈比利还惊喜的现身。第二天呢，中场唱到歌曲《麻吉麻吉》的时候啊，好友陈立久呢是惊喜来现身来讨债。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？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现场状况。你怎么还敢在这边开演唱会？8月份说好要写的那一首歌，你到现在还没给我。 有人来讨债，我要赶快先跑。怎么样？两个人呛声的互动呢，让全场的歌迷呢是嗨翻天了。随后呢，还唱了两人双方合作首次而且尚未曝光的新歌《看你表演》。连续两天呢，华丽的舞台和大咖的嘉宾以及有趣的现场桥段呢，让不少呢周汤豪的粉丝是大喊哦值回票价。